我父亲马峰是1922年出生的，就在咱们汾阳大王村长大的。你生在那里，其实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，所以故乡也叫雪地。就我知道他在哭，可是你真的不能说。山是站在上边，或者是站在家乡来看中国，来看中国世界的。他说：“你只要敢光明了，我们就给你发表。”我说：“你只要能给我发表，我从头到尾都可以给你光明。”劳动使他高于地面，但工具比他更高，高举着锄头、腰炉，高举着劳动的旗帜。